The Dalian Naval Academy is where the future of Generation Blue Water will be determined. 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士兵。我希望我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女舰长。我是2019年9月入伍。我在基层服役过两年。就是在我们一个 A captain's first duty is to protect the fleet. 通道台和中心台的面对敌方发射的多枚反舰导弹连续来袭的这么一种想定情节，成功的去抗击所有的目标，来保证我们水面舰艇的安全。我担任的是通道台，也就是说发射导弹。教员会给我们设置一些临战的状态，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进行集合一并的想定，你比如说，从我们发现目标到我们实际抗击结束。 总共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战斗九分，战斗九分。这是需要我们学员具有很强的组织指挥和协同作战的能力。红九兵打击目标五两东一至五两东四拼。我们真实作战的时候。 可能会有更多的目标。每一次的训练都会有新的问题发现，正是这些问题的发现，能够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不断的强化我们的这些技能。随着现在战争形态的向智能化、无人化加速推进，我们有危机感。动摇编队已到达指定区，动摇编队注意运输船舱动能方向，正在提前空中支援，动摇正在前往B区。让我明白，冰雪推演俱乐部啊，它被誉为。 战争导演的魔术师，动摇编队注意，对3号目标实行反舰打击，航空集团，动摇编队收到，海南方面，定距离战斗位置，一定在这个就是上一区域内。参与冰期推演的两次战队，背对背，在全时对抗。一场比赛活动下来啊，我们常常要持续4个小时以上，我们要锻造他们一流的打仗本领。动摇注意，前出至 A 区域执行防空反导任务，收到，动摇舰队已前出至。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83舰教学训练驾驶室。舰艇的发展在走向大洋，走向世界这一个点抓住了我。各类舰船的全方位模拟训练。当时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我想有一天能够驾驶着咱们祖国最先进的战舰，行驶在远海大洋上。通过我们在海上的实习，可以了解舰船实际操作的一些流程。 而是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具体化，不那么抽象。当我操作舵机的时候，仍然很紧张，因为我指挥着舰艇的航向，我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紧张。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离我的梦想更近了一步。这些训练肯定是特别辛苦的，但是当一个人的目标特别明确的时候，就会有不竭的动力从你的内心中迸发出来。 我从原来的爱哭的小姑娘变化成一个坚毅果敢的一个女军人。我觉得海军大战舰艇学院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舰长，是因为它的严格和细节，也培养我们这个严谨的作风。强大的海军离不开人，这也是为什么要持续培养思维更加开放的新型。 专业化指挥人才的原因，就像我们的院歌讲的那样，我们的事业在大海上。